4月23日嗰日系我哋学校嘅运动会，地点就系马鞍运动场。可惜嗰日突然之间落起大雨，天文台发出咗红色暴雨警告，搞到我哋最终停止咗个运动会。老师因为唔想我哋嘅训练白费晒，所以为我哋又举办咗一个世运会。啊，系啦，海南。今次咧，世运会嗰度获得咗啲咩奖项啊？我攞咗一个5年级40/100米嘅接力比赛冠军，就攞咗一个5年级女子组跳远比赛嘅亚军。好劲啊！我同埋 Ellie 喺今次世运会嗰度都获得咗啲奖项噶。我哋获得咗40/100米嘅接力季军啊！哎呀，我突然谂起我哋班有一位好犀利嘅同学啊！他叫做陳建明，他拿了3個金牌啊！我哋5年班在今次的啦啦隊比賽中，全班都獲得了啦啦隊比賽的積極參與獎。好啦，咁而家就等我哋睇下以下嘅片段啦。去片。
哋真係好開心啊！我哋好多謝老師幫我哋舉辦咗呢個世運會，希望下年度嘅運動會可以快啲嚟到啦！咁下年嘅運動會，我哋要攞多啲獎牌啦！我哋一齊加油！